等不及了，榴莲已经那啥了。哎呦，好像发霉了。你不懂我的包。哇，好臭啊！你不尝过吗？天哪！不是你吃过吗？我没吃过。你尝尝。不是，哎，我就是你说你不没吃过，你咋知道不好吃？你尝口，你尝你就觉得不臭了。我没办法。你说，哎呀妈，你不好奇啥味儿的？不好奇。啊，太臭了！哦，天哪！我先回去了。其实我一直有些心里话想要跟你讲，我一直想跟你面对面的交流。我觉得我们想在你耳边轻语。我走这边，你来那边，大家给他围住。好了好了，哎，拍那个视频啊。屏气凝神。我先走了。贼香。齐哥走了？哇，天哪，下面都闻到榴莲味了。